话，如果能看到一台电机给他踹一脚，对对对对，就你这把红夫人打这套阵容想要四杀，真的就别的技能带了，很难想象能怎么样才能四杀。这求生者秒倒，我觉得都很难四杀，对吧？再加上这套阵容，说实话，你要秒倒怎么秒倒呢？上来空军要交枪，跟他的刀叠在一起，然后吃一刀，一个镜像带走才行。或者是一个镜像能拿两刀啊、但你一个镜像拿两刀，你得拿的是谁呢？你拿调试可能还行，拿个空军十二把枪，前锋这边或什么撞下来交一枪，还能再溜一会儿，拖一会儿，怎么地电机也能拖完。我们看看皮皮会不会跟我想的一样啊，带一个时长。这个点位出身，他得投大门，他直接往中间投是可以到一个人的脸上，但这个人是前锋。然后如果往旁边投是空军，大门的话有一个空姐，哎，还可以，看能不能拿到刀啊？这边被挡一下，交枪，持枪，传过来持枪。那这样的话，第一个镜像换了一把枪，这样的话镜像还是可以被拖出来一个。他这里得最好是把这个空军架在这个点，架不住，空军直接想走。这边前锋，哎，帮忙下块板子。这块板子下本来可能是想帮忙让空军加速的，那应该是一个双坦空军，找机会打刀。闪现好了，应该是要倒。带到调试这里的话，别倒。能逼出一个闪现来说的话，还是比较好的。够了，逼出一个闪现就够了。我觉得空军不要进去了吧。哦，不过有守墓人也还行，地下室也能救。就倒在外面吧，要倒倒在外面，反正这边就跟你拖嘛。你把闪现交出来，我倒下，然后调试重新外面找一台电机修。一切拉到一个死角。这个走位真的没有给队友带来更多的负担，已经够了。就保平从这局开，就从这里开始。你不死遗产机，不死平局起步。你要死遗产机，那就平局往下走。死遗产机其实第一台电机还好，就看这应该这样讲。我觉得现在就是死了一台遗产机呢，然后看这波会不会双倒，双倒了呢就要平局往下走了，就可能要被三杀。单刀，对，单刀屠夫真的很难双倒的，你这里双倒你得求生者卖多大的破绽啊。过来吃一刀，他这个闪现是留着的，会不会闪现，哎，守墓人想得很透彻啊，不给你任何双倒的机会，你就算有闪现你也打不到我的刀。这里想打前锋没打到，空军带走，守墓人这里还能补吗？屠夫找不到了，找不到空军了，空军是往回走了一波，空姐回绕了一这边，找到了根据足迹判断了一下，那边人摸好，然后慢慢继续修，这个镜像应该还是投调箱，投调箱，调箱再拉开。前锋来救，一个满球的前锋，这一波其实都不用撞救，反正把人救下来拖拖时间我觉得就够了，不用想太多的，救完人就走是最稳的，不要想着去撞啊什么的，然后把球什么的留到挂飞第一个人之后来牵制红夫人，救完看下前锋，没有想法，哎，这刀打中了，皮皮这边的闪现是捏得很紧啊，到现在还没交。这边镜像想投找前锋，一个转镜没人了，已经拉开了。我估计前锋这边还会找队友摸一下。这样的话也就先挂一个，然后再找节奏，看能不能续上一个。
但这种节奏其实你看跟第一局像不像？第一局红夫人也是偏向于这种节奏，就是挂飞一个人还剩三台机，而且那就刚刚第一局那种情况，最后还是把电机修完，三人在场的。虽然说最后被拿了个四杀，但是电机能修完。因为替求生者运营的话还是非常强。非常强，非常强。这种局，他们这把都不能算是劣势，他们劣势局都很强。哎，这边当面下铲打出来，这镜像感觉还有机会。他直接转镜跟过去，拉一刀，打一刀，剩下两刀。道具已经交完，死追你守墓，我闪现捏在手，守墓这边只要不死一铲击还能接手，就能接受。带走了，带到一个没有任何电机的地方，山高水远。这边选好了，亲爱的小板凳，这边电机也快好了。那大房的话是遗产机，然后调香师这边已经亮过了。前锋这边还要再修吗？还是过来压着？前锋中场蹲。看见了，现在调师这台电机，他们电机差的还是哎，有一点点多的。这边把板子下掉了，哎，打一刀，打椅子了，我的老天，这个镜像能不能拉到刀？拉到了还行，拉到了还行，拉到了前锋不保吗？这个情况感觉要保了呀，这不保不行了，不保好像。电机不太够，还差一台。大房应该有一半。大房是之前调香师修的机，打一刀，一半可能，我觉得不一定到。哎，这里，哎，这兵不切，刚才感觉能打中。前方这个时候要去撞一手。对，这个一定要撞了，牵起来，金身，一刀打地啊！调香师这里，挂上以后去杀调香。对，我觉得调香，如果说一旦屠夫挂上了，就别修了，直接跑地窖吧。也不错，他去救一手，如果能扛到刀的话，前方有机会拉球。哦，这一边送了个时长，炸了个鸡。那没有心思、啊、香水放出来，这里一刀贴边刀往前戳，哎一刀，哇，这里再打住，把人捞下来。前锋倒是球还蛮多的，这里来追这个调香是比较正确的。一个本来这台电机是压好的，但是送了个对，哎，这个球没必要摊这么一段吧，我觉得拉完会好一点呀。哎，今天呢？电机点亮了，还行。那是点了这个掩耳盗铃。点了吗？我看一下。应该是点了。哎，真的点了。点了两次。牛批！他知道自己在关键时刻会出现这么些问题。非常有想法。有非常有预见性。我知道我要炸机，对，要脱手炸。哎，这个位置香水回好，往里面一翻还是往前走？这个时候其实不要往里翻，往里翻比较容易被打。他这边是弹了个板子加个树，皮皮这边切过去，那跑一个是有了。地窖不在这里。小门的话能开，能走一个。能走一个，对于 TVT 来说足够了呀。哎，翻过来，搜你，我走不了，我知道我走不了，浪费时间了。不想加班，对吧？我也不秀了，香水都浇完了，该做的做完了，可以。